香港人的主場，我們擔憂，但是我們絕對誓不罷休，是嗎？ Even not a response to the opinion of people. Hong Kong government never hear us. We are not that easy to live. We have the right to tell the government. Tell the government we need real democracy. Democracy is more important for our future. It's not just a student action anymore. Because we're just a Hong Konger, we want to save our home.香港政府和学联代表在明天下午6点即将展开对话，但是连日来旺角还是上演警方在凌晨暴力清场，有多名市民被打破头，学联就批评警方升级武力来对待示威者。今天下午仍然有不少的市民留在旺角要守护集会现场。经过旺角凌晨暴力清场之后，仍有大批市民聚集在旺角这里留守抗争。下午2点，有亲工团体、计程车司机从业员总会到场挑衅，表示支持警方执法，要求示威者离开。现场一度气氛紧张。不过，坚持留守的示威者不为所动。有中四学生表示，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抗争，是不希望香港被灭声，真相被掩盖。香港第时系处于一个每个人都发唔到声音嘅地方。如果他們發生了什麼事，原來是不可以說出來，無法告訴人家知道，連傳媒都不會告訴大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那這個社會發生的不公事真的會完全埋沒了，是完全會將這個真相埋沒在黑暗之中。一直在現場駐守的學聯代表批評警方連日來升級武力是要破壞對話。以往你會見到警察是打示威者手手腳腳，但是是昨日和前日都是用了一個升級的武力，我相信呢這個並不是前線警察單方面的決定來的，衝突啦，說即對話不代表不清場，其實這件事是動搖著雙方對話的基礎的。久違的關公像也出現在旺角街頭，希望為人們主持正義和公道。新唐人記者余剛、梁真在香港報導。